前跑，不妥协直到变老。摇滚吧少年，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2013快乐中国快乐男生全国总决赛7进6的现场直播。我们的节目由美味持久 Stray 血脉口香糖冠名播出。好的，一个小广告之后，我们马上来给大家揭晓结果，三位评委。好，我们首先看这两位霆锋、华晨宇、陶瓷老师、华晨宇、华晨宇参加晋级，晋级全国六强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四位的全国六强华晨宇，所以宁桓宇，加油，请你到危险区。好，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现在备战区只有一位选手，就是饶卫。他们两个人比完之后，将会有一个人进入到终极 PK， 没得选了。两位当中一个晋级全国六强，一位进入到终极 PK， 和张洋洋两个人当中一定会走一个。我们有请，别忘了杨洋，来请饶卫应战。饶卫，饶卫，最后一位出场，憋了一晚上了，这个时候你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嗯。每次我都站在终极 PK 台，今天我一定要晋级！加油！饶卫应战宁桓宇 ，Let's rock！ 用一个词形容饶卫：倒霉吧，倒霉吧，倒霉，倒霉。拍 VC 啊，油漆，整个泼到脸上、嘴里面、眼睛都是油漆。还好吧，就是我自己。入天天向上的时候，胳膊磕地上。哇，加油啊，老魏！后来他就昏了，没有意识了，翻白眼，我们对吓坏了，眼睛是瞪的，正好也赶上就强哥的医生在，对，所以也是及时，我觉得。发生完了以后那个事儿，他没有说埋怨，他居然就是好了以后跟所有人鞠躬，然后再说谢谢谢谢，说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是我太蠢了，真的太投入了。干嘛呀你？又那种五场里面有三场都是他在 PK。不想再 PK 了，让我晋级好不好？这次我就想造起来，染个红头发，涂个黑指甲之类的，然后一到结尾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一扒，一身肥肉露出来，然后大家就尖叫，然后我就赢了。姚威，我们一起咕叽咕叽。接下来有请姚威带来电子摇滚咕叽咕叽，音乐制作人郑楠老师。餐厅现在吃到饱，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，睡觉起床慢跑洗澡，下班睡觉，谁比谁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，啊，名牌包里面还有塞到包，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，韬光喝饱自我越老，工作花掉谁比谁
谢谢。好，再一次谢谢，谢谢郑楠老师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评委还有 Vision 马上要做出一个今天晚上的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访问一下一位特别的朋友，一直在关注我们今晚整场的比赛，同时呢我们快男选手演绎的歌曲都在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来播出。我们欢迎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小强。欢迎小强。大家好，今天这个气氛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这样的 rock and roll 的感觉哈，非常的好。而且呢给各位报告一个非常 rock and roll 的消息，由今年的快男十强共同演唱的主题曲追梦赤子心，在今天晚上刚刚一个小时以前刚刚揭晓的中国 TOP 排行榜的榜单上，本周已经排在第三名了，继续加油。下周开始呢，由欧豪来演唱的《Hey 哥们儿》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大范围的播出，请为他来加油。说到加油的话呢，我上次给小强加油，他就离开了快男的舞台。我之前提了一下魏晨的新专辑，据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。我聊谁谁走这事儿还行哈，到现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要为谁加油呢？我决定，何老师，最近你好像是为那个怪兽大学配音是吧？可以了，我不需要你加油。我希望那个电影可以票房长虹哦。好，谢谢小强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目光关注到我们的比赛，现在在宁桓宇和饶维当中，我们的评委将如何投出最后的这一票？首先谁来？霆锋。威，饶威，唐子老师，饶威，你今天最后的那个太好了，但是这首歌你只好了三分之一，所以我必须给宁桓宇。宁桓宇，环环，陈坤，坤儿，饶威，你就每次都要压到你要死的时候，你就会爆发，这次很好，饶威，那现在饶威两票，宁桓宇一票。我们交给 V 神，你的决定是？根据 V 神话题讨论参与次数，我要拉黑的评委是？谁呢？太难选了。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另外一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。两个都是你喜欢的。对。我们好像明白了，来，请再次拉回陈坤，所以你要把这一票投给，所以我要把这一票投给宁桓宇。宁桓宇，因为冰神话题讨论的次数，宁桓宇现在战胜饶威，晋级到全国六强，加油桓宇。所以饶威又要终极 PK 了，饶威再一次进入到终极 PK，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祝福他。饶威请上终极 PK 台。好的，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，欢迎下载湖南卫视官方手机互动应用呼啦。想要获取本场节目的精彩曲目，请登录互联网音乐平台 QQ 音乐。另外呢，我们谁是你心目当中最喜爱的快乐男生，可以编辑他的姓名或者编号发送到10669888209，就可以了解选手的关注度排行，同时还可以获得微币或2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和新款 iMac 一体机一台。那现在比赛进入到白热化，另外更艰苦的一场战役也即将打响。在另外一个战场，为了唯一一个回归到这个舞台的机会，复活训练营的59组的选手，经过了80天的浴血奋战，诞生了3组复活候选人。今天晚上他们来宣战了，他们分别是魏怡宁、范世琦、居来提和宋伟，欢迎3组复活选手。欢迎，有请复活候选人魏怡宁。海平面的心两个人都看不清，只能够回忆当时的约定，两个人的心两个人都看不清，烟火花落的那时期，暗中终于出现奇迹。如果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，我在人海之中见不到你，就算白发已将青春抹去，愿望是找到你。
须来提。原地踏步跨多久，在这新的起点点站着是我。风花一头寂寞，放弃在文字典里没路的我。我们一分两头，本是太阳白一体结构。我在找到这个世界的理由。我的空间好像缺了什么，从来没有这么寂寞，我快疯了。我心是空的，现在才明白，终于懂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。One more, two more, three, four more。这是属于我们俩的。世界现在开始跳动，急速跳动。徘徊过多久，在这新的几十年站着是我。Yeah, Superboy GM 要打开我们的未来 history。我们一分两头，可是太阳白一地结构。天性的太阳下，我们练习向前照线。I need you and you want me， 在这个蓝色星体。有请复合候选人宋伟。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今晚我们带着复活营59个兄弟的信念站在这里，下周我们中的一位会有实力证明一切，你们拭目以待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。向前跑，喜爱的快乐男生，唯品会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，邀你参与短信互动，编辑姓名或编号到10669-8820为他加油，就可以了解选手关注度，还有机会获得唯品会提供的 iMac 新款一体机和电子消费券2000元。